在台北或台中都很习惯骑 U Bike。大家知道，是 U Bike 是来自于彰化的一个捷安特企业所提供的，所以其实彰化这个县市啊，其实非常适合大家骑脚踏车在这个县市里面做巷弄旅行。所以大家来彰化，除了吃好吃的空巴粉跟肉圆以外，很希望来真的走访各个巷弄，去认识很多很有趣的店家。